人生是一个好长的旅程。但是无论路途有几遥远，Willowdale Subaru 都会陪住你。大多故事是由 Willowdale Subaru 特约赞助播出。在圣诞平安夜这样欢乐温情的日子，WOW TV 特邀香港人气嫩模 Aileen、Annie G 和 Hayley C 亲临多伦多，和广大观众朋友们一起欢度圣诞。平安夜晚十点整，所有的粉丝媒体以及多伦多的观众们在城市广场一同欣赏 WOW TV 平安夜狂欢派对。此次派对节目内容丰富，不仅有歌手演唱、魔术表演、有奖游戏，更有三位人气嫩模为大家现场演唱并与观众互动。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本次平安夜狂欢派对的精彩片段吧。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,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.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 gave it to someone special.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,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一起唱好不好啊，识唔识唱啊？对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逐一介绍 WOW TV 的工作人员和主持人，把这个时间交给 Maggie。 好，首先我们有请今天很辛苦的又扮女人又扮男人的 Jimmy。 男女兼具的 Jimmy。 好，接着还有就是今天扮庾澄庆的 Terry。 Hello 啊。好啦，除了香港有靚女之外，其實 WOW TV 都有靚女的，我們都有三位靚女的。首先有 Debbie， 好，還有心姐，詩詩，詩詩一出來大家又拍照了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仲有咧，今日咧，當然啦，咁精彩嘅魔術表演，梗係有魔術 Jim 同埋佢嘅好拍檔阿 Rod。好啦，我哋咁齊人做咩咧？不 fair 呀，這邊就我們只有五個人。嗱，大家見到咧，佢哋手上邊咧就有啲嘢嘅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 WOW TV 限量版嘅 T 恤。我們有50件啊，所以大家趕快。嗱，聖誕節啊嘛，梗係要送啲禮物俾大家啦。聖誕的平安夜有沒有？好啊，嚟啦，慢慢嚟啊。
给我一个，给我两个。还有，来。喂，派晒啦！好，仲有一件。好啦，仲未夠鐘聖誕節嘅，就嚟聖誕節啫，橫掂都係咁啦，拆禮物啦，拆開嚟睇下咩嚟，拆開佢啦。人生係一個好長嘅旅程。但是无论路途有几遥远，Willowdale Subaru 都会陪住你。系啦，快啲将件 T 恤摊开佢。嗱，大家留意到啦吓 ，T 恤嘅前面咧有个 logo 写住 Wow TV 嘅。後面嗰個 logo 係咩嚟嘅咧？咁其實咧 ，Wow TV 咧而家咧喺 iPhone 咧係可以睇到嘅。咁所以大家咧喺 iPhone 嗰度記得 download Wow TV 個 application， 咁咧你就可以睇到 Wow TV 噶啦嚇。大家見到啊嗬，即刻著啊嗬。但係我覺得有啲 T 恤入邊係有啲唔同㗎。對，有冇人攞住件 T 恤又多咗條金色嘅絲帶咧？金色的絲帶有没有看一下谁在我们刚才抛出的这个 T 恤当中有一个有特别的，因为我们前面是报这个标志，后面有是不是上来啊？这位先生，来先上来上来，在有一个 T 恤当中有一个金色的丝带，我们先让这个先生上来，快点上来，这位先生上来，他好惊，然后他明白为什么他要上来。你上来，我们要跟你聊聊天的。嗱，五十件入面得一件有金色絲帶啫。上來是讓你給現場觀眾每個人送500元禮物。係啦，究竟點稱呼咧 ？Alex。其實咧，你嘅獎品就係可以同三位靚女影相。你企呢度啊？係啦，你企呢度啊？謝總監。係啦，你放下啲相機啊！係咪好少可見到咁多相機閃下閃下咧？係咧。係啦，但係滿唔滿足啊？你滿足了，真的真的，那你可以下去了，你的禮物就給我們了。你知不知道你拿到什麼禮物呢？ Aileen 說因為她在香港飛過來，她就覺得沒理由只是給一件 T 恤給你，她帶了一些很名貴的東西給你，我不知道你信不信，她就是今晚得到金寶貝送給她的紅寶石的得獎者，價值500元的。對，我們要把價值500元的紅寶石送給這位先生。恭喜曬！聖誕快樂！恭喜！聖誕快樂！新年快樂！別看論壇老在那兒照相，今天晚上就被人肉搜索。好，恭喜曬 Alex 噶！好啦，我哋要問下啦。謝謝，恭喜！仲有5分鐘，大家就要 countdown 啦，就要迎接呢一個聖誕節啦。咁而家咁齊人喺呢一個台上邊，不如大家講啲祝福嘅説話先啦。好啊。我哋由啲藝員開始講起先啦，思思。咁就希望咧喺呢個2011年入邊咧，大家繼續支持我哋 Wow TV 啦！希望我哋 Wow TV 嘅節目越做越好。咁我喺度祝大家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 噶！我都係 Merry Christmas。好啦，到嗰邊啦 ，Rod，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？ 聖誕快樂！聖誕快樂！我哋祝大家聖誕快樂。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新年快樂。過語好差你啊！聖誕快樂啊 ！Hi everyone, my name is Christmas, so everyone marry me 好。好啦，跟住到我希利講先啦。咁聖誕節梗係希望大家收多啲禮物啦，咁播星啲就有多啲禮物拆啦，咁啊聖誕快樂啦大家！好啦，我祝大家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！ 就希望你哋可以同自己最心愛嘅人一齊度過啦。好，Aileen，我希望你哋食多啲火雞，聖誕節快樂，可以同啲屋企人一齊過咧，係最大嘅幸福。Merry Christmas！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
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喺度咧，代表 Wow TV 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再一次多谢三位咧，嚟自香港嘅特别嘉宾嘅。咁喺度咧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继续支持 Wow TV 啦！谢谢，这里是 Wow TV， 罗家是808高清台577为您呈现的2010年圣诞节平安夜狂欢派对，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，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一切顺利，同时也继续的关心和支持 WOW TV 嘉华视讯，再次的感谢各位，圣诞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拜拜，大家小心揸车，拜拜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多故事是由 Willowdale Subaru 特约赞助播出。